在西安准备内购。谁给你们内购？谁给你们买？啊？西安留校专业档7389。跟我之后就是一个月。都不过你一个月房租。隔壁站查询过吗？我那里买的车，我直接买一千多，曝光一下，对不对？找得到旁边，你还弄得到找下来找得到。
就是一座五丁堵和一座六丁堵之间那一栋巨大无比的楼的背后。还要拿水泼完了，还要打。对，因为大家其实都不想进去呀，我是不懂的，所以我就要站。有一个卖高端一点的。